哇，我发现俄勒冈州的选举一丝不苟，这感觉很棒。选票将邮寄给所有有效的登记选民，选举官员与其他州合作，确保避免无效选民扰乱选举工作。今年不会有已故人士来投票，其他年份也不会出现这种现象，已经搬家的人也不会投票。选民改变地址时，官员将更新登记名单并通知选民。我可以随时查询我的信息并进行修改，这种感觉非常棒。我要爬上 Asteria Column 高塔欢呼，会完成选举审计，一起前往 OregonVotes.gov。